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45页啊，645页最后一行。又往生论记云：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主持，福寿无量，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人民，皆同不处菩萨，故云善住持也。往生论上，这两句偈啊，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啊，正觉阿弥陀。正觉是如来果地上的称呼简称啊，要具足称呢，无上正等正觉啊，阿弥陀，因为这是偈颂，每一句是5个字啊，就省略了法王善住持。这里关键的字眼是善啊，法王是阿弥陀佛啊，善说的是什么？下面呢，这有注解，解释是：佛寿无量，无量寿；教化之众无量，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十方诸佛刹土，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量无量无边呐！啊，所教的人民，人民就是这些菩萨，这些大众，教得好，皆同不处菩萨。善就说这一句话啊，这个是十方刹土里头啊都做不到的啊，阿弥陀佛他做到了啊，他所教的这些菩萨们有上中下三品啊，或者我们说极乐世界菩萨了有3个等级，上中下3个等级啊，上等的
是法身菩萨。啊，跟《华严经》上所说的一样，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我们这里讲三辈，这个经上讲三辈，上辈、三十宝庄严土，中辈是声闻缘觉，别教三贤菩萨，生方便有余土。啊，那我们去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啊，这个就是十法界里面众生，不是，还不是十法界，六道。啊，六道里面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同居土。啊，同居土里头也有上中下三品，三辈九品。啊，可是三辈九品确实有，不是没有。阿弥陀佛有能力，啊，有智慧，有善巧方便，都把这些人，三辈九品这些人教到本处菩萨，啊，给这个不处菩萨相同平等，这个叫善啊。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没有做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到了。又寄云，这个寄还是往生论里面的，如来净化中正觉化化身。如来正觉都是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那边的会众，十方去往生的，往生的人都生在弥陀国土清净莲华众生，所以如来净化中，啊，七宝莲池莲华当中化身的，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啊，亦即是从弥陀自心中生也。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弥陀自心中生也。从理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是真心，想是妄心。啊，这里讲了一个心，一个想，啊，心想两个字意思不一样。心是真如，是自信，想是阿赖耶识。啊，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妄心。啊，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都包括进了，一个都不漏。那，谁的心呢？自己的心想啊，我们自己的心想心呢，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真的是一个。啊，想就有差别了，妄心呢，各个人不一样，真心是一样。啊，妄心从哪里来的？从真心变出来的。
所以追根究底呢，是一桩事情。如果从理从事上讲呢，就是两桩事情。理是真心心现的，事呢，事是妄心识变的，识变是讲设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就心想生。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搞清楚，心想是两桩事情。专讲十法界的，如果讲十报土，只有心没有想，那是如来自心中生的，弥陀自心中生，是十报庄严土，这个里头没有想，就是没有阿赖耶识，只有真心没有妄心。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身相呢？有，相是法性身。有没有居住环境？有，也有山河大地，那是法性土。法性这个心跟相有什么不同？刚才说了，心是真的，相是假的。为什么？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想刹那生灭，找不到两个念头是相同的，生灭不同，这是假的，真的没有生灭，完全相同，所以十报图里面的菩萨可以说他跟佛是平等的，只是无时无明习气没断，无明断了，习气有存，习气断尽，他就自自然然入常寂光了，融入常寂光，跟常寂光成一片，像我们这个小讲堂有十几盏灯，灯一打开，每一个灯的光融在一起，就分不开了。成佛就是这样，这个不是等觉，等觉没有到这个境界，妙觉，妙觉就是光光融成一片了，只有光，没有色相，就是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这个光就是身，光就是土，我们讲常寂光，法性身，法性土，是一不是二。在十报图里面有心相，为什么？它有带着习气。可是法身如来，跟那些法身菩萨有缘，没有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常寂光土除外，没有说这个，那既然没有说，我们就晓得佛度众生包括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通通得度，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那么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
在莲花里就产生水变，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转世成智。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转世成智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佛力加持，这个恩德很大了。我们自己要转很难，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转得了，啊，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转世成智了，没有阿赖耶识了。所以西方四土全是法性变现的，啊，没有阿赖耶识。啊，这叫净化众啊，啊，正觉化化身的。啊，正觉化指莲花。啊，净化众是说菩萨，菩萨都是清净化化身的。啊，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啊，这个弥陀智慧清净海就是性海。啊，自信，自信没有边际，用海做比喻，啊，性海，啊，那么这是所有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神识，啊，上了莲花，在莲花当中，自自然然就变成发性身，啊，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住的是法性土，啊，这就是都是从如来自性众生也。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经论都是一样的说法，平等如佛。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没有丝毫差别。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那个时候的身相也是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跟弥陀无二无别。啊，光中现设放诸佛世界的佛事，诸佛在教化众生。啊，身相通通都见到了。啊，这叫平等如佛了。佛寿无量，不生不灭，啊，所以众生寿量也没有生灭，啊，一生不出，啊，一生证得不出的地位，后不佛，啊，在极乐世界，个个都是后不佛，啊，我们这个世界。现前不处菩萨是弥勒，啊，弥勒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啊，这一生不处，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功德成就，啊，主阿弥陀佛，办十方菩萨。啊，往生的菩萨，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极乐世界很单纯，一点都不复杂。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古时候的社会比我们单纯，人淳朴，事情少，所以宰相底下只有6个部。现在总理下面有多少部啊？恐怕有30-40个部啊！在从前宰相就6个部，事情少啊！简单呢。人口也少，农业社会农作物生长是有季节的春耕，春天耕种夏天慢慢它就长大了秋天就收成了冬天都收到仓库去了，库藏了所以几乎冬天就是放假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在家乡过年，抗战之前我们家乡的习俗，这个12月初8腊八，腊八开始过年了过到多久呢？2月2龙抬头春天来了，这才公事开始工作所以这个时间很长你看从12月初8正月2月2差不多2个月，这2个月的长假那是宗教活动的最盛的时节为什么呢？人有这么长的假期，他没事情做，在家没事情做，到寺院，到道观儒家的书院去干什么？去听讲经去听课，去学习这个时候学习是义务的因为施主这个恩，这个道观呢报施主恩呢，平常接受施主的这个照顾这是报恩，讲经教学大概都是一般读书人预先到那边去报名那边给你登记分配你房间，你住的地方吃住通通管，2个月时间住在寺庙寺庙会安排课程给你讲一部经或者是2部经大经讲一部小部头的会讲2部所以那个时候人生活有规律悠闲，真有乐趣旧社会里面生活，从一生下来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不会茫然没有恐惧感，心是定的生下来注定的，这一生为这个家付出做出贡献荣宗耀祖光大门楣这是每一个家庭人都有的使命接受
家教。啊，家教里面教学的总纲领就是五伦、五常、八德。从胎教开始到满三岁这一千天，母亲负主要的责任啊，母教啊，母亲是小孩扎根教育的老师，这个根要扎得好。古谚语所谓三岁看八十啊，这个根扎好了，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这就是说一生都不会改变啊。八十是人生一个周期啊，从出生到二十岁，这人生的春天；二十到四十，人生的夏天。四十到六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是人生的冬天，八十以后还在那就多赚了啊。所以到八十的时候就算是一生都不会改变了啊，所以他心是定的啊，家是他的最可靠的依靠啊。古时候家是社会的核心的，所以家齐而后国治啊，啊，家能治好了，社会就安定，就和谐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个人，现在是个人主义，再从中国不是，中国是家庭啊，家把人人都教好了啊。六十岁大概就退休了，花甲之年养老啊，回老家，回老家养老，这是人生享受的一个阶段啊，晚年享乐啊。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是儿童享乐，他把享乐摆在第一个阶段，那么到老年就变成坟墓了，退休下来是苦不堪言，儿女没有孝顺心，没教过，儿女不照顾父母啊。十六岁就算独立了，在美国十六岁离开家庭，你父母不要去找他了啊，他已经可以自立了啊。一生当中偶尔年轻人想到父母，逢年过节寄一张卡片，你看父母看到的很欢喜啊，这个儿子没有把自己忘掉啊。整个中国人不一样啊，中国人除非在外面工作谋生，否则的话不离开家庭那么中国的家
抗战胜利以后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了。家虽然有居所，你仔细回想，它有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真正尽到了月幽养老，人生这两桩大事，家庭负担住了。小孩自己不回家没关系，家教你，家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私塾。学校多半设在祠堂里面，祠堂是个公共场所。场地大，里面可以办学，可以养老。老人早晨起来，吃过早饭之后，散步到祠堂，老人都在那边集合，在那边聊天，在那边娱乐，跟小朋友合在一起，小朋友下课，也去找他的爷爷奶奶，真有天伦之乐。下课大概休息10分钟、15分钟，也要临了，孩子就上课去了，不会嫌很烦。所以我们想起那个时候的生活，有趣味，乐趣啊。社会风气淳朴，绝对见不到有欺骗人的人，没有，人讲信用，说话算话，没有欺骗人的。那么这种社会还可不可能再见到呢？不太可能。整个社会改变了，科学技术把我们改变了，科学技术进步得太快了，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所以感到很重的压力、忧虑、茫然、无所适从，有恐惧感，表现在外面的心浮气躁。这是现代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将来到哪里去？老了以后怎么办？进老人院，老人院的老人，你去问问，去调查一下。绝大多数都希望赶快死，对于生没有希望，还希望活着，他对这个没有这个念头，活着苦啊，太苦了，孤单寂寞，
啊，老人院里给老人跟老人不说话的。啊，吃饭的时候，大家到餐厅里吃饭，面孔没有表情，没有听到哪个老人跟哪个聊天，没有。你说多痛苦。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啊，我们住在同一层大楼。啊，公寓同一层大楼。隔壁邻居不打招呼的。啊，见面看你一眼没表情。啊，进去门就锁起了。是这么个社会啊，旧社会的社会，不同的村庄，距离两三里路看见的村庄都认识啊，那是哪一家的，哪有不打招呼的道理很亲切，一个村庄就好像是一家人呐、啊，啊，也确实是一家人。啊，邻村是邻居，啊，科学技术是带来很多便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啊，现在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啊，设法能不能做到两全其美，啊，人性的教育跟科学技术能够平衡。啊，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太快。人性的教育退转了，不但跟不上，退转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善住持啊，他会教啊，你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用什么方法？教育。啊，中国教育的方式花样很多。啊，民间艺术全是教育。啊，民间的表演、戏剧、舞蹈。啊，说唱艺术。说唱是讲故事啊，啊，还带着乐器，啊，讲历史故事，讲圣贤教诲，啊，说书啊，啊，我们小时候喜欢听啊，啊，念小学。放学了回家了，哎，往往先到茶馆，茶馆里有说书，啊，去听说书，听讲故事，啊，这种艺术现在慢慢的凋零没有了，啊，在过去有以这个为职业的。他就是搞说唱的，啊，在这个村镇里头住个十天半个月，那个村镇又去住十天半个月，他是到处走的，很多，
啊，那么多半是老人，说唱在哪里呢？在茶馆。啊，这些东西实在讲，都应当恢复，要办学校来培训，不能让它失传。啊，过去那套东西真好。啊，说唱里面的内容是教学。啊，离不开传统教学的原则。啊，内容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所以那个时候学校少，为什么人民都懂礼？啊，他的教育从哪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啊，戏剧啊，也是大家都非常欢迎。戏剧里面内容啊，像评剧、昆腔里面都讲的是忠孝节义。啊，告诉人，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他都教人这些。啊，对社会正面的教化，肩负起社会教育，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过去的时候，防患害。风化了是决定禁止的，没有人听啊！啊，现在变成电视，变成网络，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去了。啊，里面的内容跟从前完全相违背啊！以前是教你怎么学好人，做好事。现在叫你干坏事，叫你做坏人，全是教出来的。啊，纯净纯善是极乐世界的教育宗旨。啊，那个地方没有丝毫恶念，恶念都没有，当然没有恶的行为啊，纯净没有染污啊！阿弥陀佛，万德万能，能现无量身啊！那个地方的菩萨大众无量无边，阿弥陀佛。化身也是无量无边啊，决定让每个人都亲近阿弥陀佛，如同弥陀单独教我一样啊，不会说人多了跟阿弥陀佛距离很远啊，见不到了，没有这种情形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假的。啊，所有物质现象，包括我们身体，也不是真的。符合《金刚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用这个假象修真的，借假修真。这就有意义了啊！我们人生就有目的、有方向了啊，不会走偏差。最后的归宿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啊，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这从相上看，从体性上看，功德成就。啊，弥陀48愿的功德，无量劫修行累积的功德，每一个往生的人修学的功德，啊，是以功德成就的。不是世间断恶修善成就的。啊，断恶修善是福德，不是功德。善心善行，人天果报，没有出六道轮回。啊，功德出六道，功德也是断恶修善，不着断恶修善的相，那就是功德。啊，着相就变成福德了，因为着相心不清净，不着相心清净。啊，思可以随缘，心绝不染著，这是佛法。啊，这就叫功德，积累功德，做往生的资粮。下面这一篇。重现依报庄严，啊，这一个题课题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广，从14品到17品，一共有4品经。啊，这第一段。宝树变故，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详细介绍极乐世界的环境，啊，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先看那一边的宝树。我们看念老的题解。本品重现前面讲过，现在再说。前面是六数，这边是细数。啊，极乐世界依报庄严，7宝行树啊，周边7国，此诸宝树啊，合一宝都成，合多宝共作，显示极乐世界的微妙。庄严，我们这个世间人喜欢珍宝，他方佛国的人也有这个爱好。啊，那么极乐世界的珍宝到处都是。美不胜收啊，因为它多，太多了，到处都是，人的贪心没有了，你尽情的欣赏，你决定不会占有它，决定不会去收藏它，
啊，没人收藏。树皆整齐庄严，光色殊妙，随风奏乐，音调和雅。此皆第四识，无量色殊云，这真经。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成就的。啊，四十八愿，愿愿兑现。我们看第一段，树之枝，啊，树的体质，纯也保证。请看经文，彼如来故，多住宝树啊，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有宝尘，不杂于宝。啊，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里。随自己的心愿啊，确确实实，那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心想事成。心想不是阿弥陀佛想，我们想，我们去的人心里想。成呢，阿弥陀佛成就的，我们怎么想，阿弥陀佛就怎么变化？啊，确实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弥陀真正百分之百的兑现，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想是感，阿弥陀佛就有因。啊，你想经书，这书就是心的。啊，让你看到的。我不喜欢经历像银树，这树就变成银。啊，自然，我们怎么念，它就怎么变。啊，想一棵，想多棵，啊，想一个树林。啊，在澳洲森林很多，因为它土地大，人少。啊，许多人喜欢住在森林的附近。啊，有不少原始森林，啊，开辟为国家公园。啊，旅游的人都喜欢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水晶与下面讲的水晶是一样的，相同。啊，梵语玻璃，啊，经典上也用下面这个。现代的这个玻璃这个名词，啊，翻译成水晶，有紫色的、白色的、红色的，啊，碧色的四种颜色。啊，琉璃是梵语，啊，华严青色宝。啊，瓷宝青色，
一切众宝啊，皆不能坏。提坚色言，世间稀有，故名为宝。啊，琉璃，很像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绿色的玉，翡翠。啊，中国人叫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那么这个也很坚硬啊，琥珀玛瑙啊，这都是世间珍宝，极乐世界的宝太多了，许许多多我们没有见过，那佛就不能说了啊，说了我们不懂，用我们世界大家都认为很珍贵的这个宝啊，这个珍宝来做比喻啊，即使这里讲的经书印书，极乐世界的经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经就无法比啊，他们经的质量光色我们这边经绝对比不上。啊，什么原因？记住佛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记住这个话，极乐世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他感什么样的果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粗心大意，感的我们自己认为是珍宝啊，跟极乐世界人一比呢差很远，念头不一样，福报不一样，他的经是超过我们的经道理在此地啊，这些物质现象也都不是真的，都从心想生，所以我们要想如同诸佛净土一样的庄严啊，能不能做到？在理论上讲，我们如果的心跟佛心一样，我们居住的环境一阵庄严就跟他相同。啊，我们这个地球在变。啊，变到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很寒心。啊，想起80年前，我们生活在农村，农村外面田地里面，任何地方有水都可以喝。啊，稻田里面还有一些水还没有干掉的时候，你看很干净。啊，手拿去捧的就能喝。啊，小溪里面的水，池塘里面的水，干净，没有污染呢。啊，水源干净，土壤没有污染。啊，所有一切植物也没有污染。啊，没有一样不是健康的。小孩出去玩，都去摘一些野花野果。啊，摘到就吃了。
也不需要洗一洗，手揉揉擦擦就吃了，没有听说生病的。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拿着这能吃吗？人与人当中的感情，那个时候人与人亲切，现在要不识数人，理都不理你，面孔呆板了，从前的人，不管认不认识，都是面带笑容，都会给你点头打招呼。所以科技带给我们，确实有人在质疑，带给我们到底是福还是祸？如果说是福，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值不值得？这第二段里面讲呢，多宝工程。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其实代表圆满、转供或者。根经、枝干、此宝所成。化叶果实，他宝化作。一棵树里头很多种颜色，很多种珍宝，共同成就的，美不胜收啊！总之七宝，借借世及世间无，勉强作为比喻。实际上呢，极乐世界一切万物，悉皆微妙其力，超于十方。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啊，微妙其力。微是精微也，美妙。超过十方诸佛刹土。为什么？在阿弥陀佛建造西方极乐世界之前，他以五劫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我们今天讲去考察，去调研，调查研究十方诸佛世界美好的，极乐世界都要，不好的呢，完全淘汰。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了，一真庄严，自然就超于十方，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微妙其力。这么来的
啊，所以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佛给我们说，只能说个方法，啊，没有办法讲到究竟。下面这段文，别名：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事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振。我们看注解，又据往生论，这次宝树显国土庄严中，种种事功德成就。论语：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啊，树是妙宝所成。啊，我们今天对植物是木本的、草本的。啊，极乐世界树没有木本的，极乐世界的花草没有草本的，全是珍宝。珍宝太多了啊！啊，无量无边际。啊，所以这些珍宝在极乐世界也都变成建筑材料了。啊，经上跟我们讲，黄金为地，那是用黄金铺地。像我们这边修筑的公路啊，我们公路铺的是柏油，极乐世界这个路上铺的是黄金。啊，我们的衣着有的是植物，有些是皮毛。啊，极乐世界人穿的衣服是七宝的，那宝怎么能做衣服穿呢？我们这边宝是坚硬的，极乐世界的宝是软的。啊，就给衣服软的啊，所以它可以做衣料。啊，很薄柔软。干净，一尘不染。不需要洗的。也不需要裁缝的。想什么样子款式它就什么样。啊，一切就是自然化身啊！啊，树妙宝所成，是皆备诸珍宝性。啊，这个前提是，深言之呢，盖贤弥陀之性德，一切妙宝皆弥陀性德所本具。
弥陀的性德跟我们自己的性德是一不是二。啊，说弥陀性德就是自己的性德。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没写出，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可以拿来做注解慧能大师的这个本自具足。啊，具足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三样东西把所有一切都包括。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圆满的相好。啊，落实在遍法界虚空界，啊，一真庄严，心现十变呢。啊，所以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性德所本具。啊，我们起心动念，这是缘。我们的自信在极乐世界跟佛的自信融成一体。啊，佛自信变的就是自己自信变的。佛是无量界的修行，功德大。我们比不上啊，但是我们依靠了阿弥陀佛这个变现的能量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我的小能量，他大能量，在小大融成一体啊，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大乘教里头，佛常说：“一切法有心相生。”那么，皆以心现识变。啊，极乐世界完全是心现、心变，它没有识。啊，随一切众生的心相，也就是。往生这些菩萨啊，他们心里想什么，这个世界就现什么啊，随意自在啊。居住的宫殿想大，宫殿就放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想在空中，它就浮起了。就升空了，想在地面，它就落在地面上。啊，而且宫殿可以飞行，啊，当作交通工具，啊，没有出房间的门，到哪个地区，这个房子就带了，带着一起去了，随心所欲。自在无碍呀！夜夜保重，具备一切珍宝的妙德。华严经上说：“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也。”啊，具足妙庄严。
啊，极乐世界珍宝之土，人心清净，没有贪心。啊，为什么？物质太多了，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对我们生存影响关系最大的，啊，不能离开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空气，现在空气被污染了，有收存呢清洁空气的必要了。啊，你是谁贪空气？为什么不贪？它又那么重要。啊，十分钟没有空气的时候，人就要命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听说哪个去贪它，哪个去储存它。啊，没有。啊，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贪。啊，该贪的他不贪，不该他的他去贪。颠倒。啊，这就是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那些念头全没有了。啊，为什么？一切具足嘛，不需要经营嘛。啊，一切法心想事成，想什么有什么。啊，不想呢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的道场，每个人居住地方，一定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都没有，多自在啊！啊，他想坐下来，这一坐下来，椅子就摆好了；起来不要了，椅子不见了，没有了。啊，想什么有什么，不想他就不见了，这个好啊！这人才叫心地真正干净。不用收拾，没这么多麻烦呢。我们这里学大藏经，啊，还要搞个大书架了，摆那么多书啊。基督学院不要，想什么经不就摆在那边去？啊，不要了，不要就不见了，不用收拾。这个地方能不去吗？十方世界诸佛刹土没有办法跟他相比，我们有缘遇到了，这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听到阿弥陀的名号，生欢喜心，就有缘了。这缘就很深了，啊，这个缘就证明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就决定的生，啊，没有这个缘不行的，啊，所以应该要把信心加强，啊，信心加强，专念阿弥陀佛，专求极乐世界，其他念头全没有。这叫什么？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佛只要念到
这个样子就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佛所说的决定不怀疑。啊，世间人不可靠，佛可靠。啊，佛在哪里？佛在我们心中。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就跟他相应。啊，我们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跟菩萨相应。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呐，是我们自己离开佛菩萨。啊，是不是真离开的？没有，没有离开，自己以为离开了。啊，起了分别执着，就有障碍。这个障碍让我们佛菩萨在面前见不到，接受不到。啊，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在面前，都能见到。见到极乐世界是更容易更简单。具足妙庄严这一句，前言之下文当中容色光耀，于出无因生等矣。深言之呢，则夜夜宝树，皆是圆明具德。啊，实际上，极乐世界，任何一法，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圆满、光明、具足万德庄严。那无法想象，我们没办法想象，佛菩萨也无法想象，也说不出来。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完全就明白了。下面一段，各自一行。啊，数成行，各自一行，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这样的。我们到野生森林，你去看这一片森林，一种树，啊，绝对没有其不同品种杂在里头，没有。啊，这古人说的我们看到了。啊，而这些树呢，极乐世界的树，啊，不但是同类聚在一起，而且排的行列非常整齐。绝对不会有错乱，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
啊，是你看呐、啊，你欣赏你看不见呐、啊，它太美了。啊，前面一段表树之枝是七宝所成的。啊，右面这几行呢，几句呢？表树成好，井然有序，整整齐齐，啊，一点都不凌乱，啊，光色明丽，树放光，啊，光中有很多不同的色彩。明亮啊，美丽，正是往生论中庄严地成就啊，即这是往生咒的这个往生论的偈子，杂书异光色，极乐世界地平如掌，杂色宝树遍满其国，上佛宝王，下是宝蓝，皆表地庄严，大地庄严。首先看到的地平如掌，大地平整，这是佛在经上所说的心平则地平。那我们这个地方地为什么不平？人心不平啊，人心平，大地就平啊。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人心平，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心是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人人都是清净平等，阿弥陀佛也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这个世界平等的世界，真平等，平等到什么程度？你身相都一样啊！我们所谓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没有丝毫差别啊！这是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佛看到十方世界因为不平演变成种种差别境界，使众生心情不定，啊，于是乎生起互相竞争，生起无量烦恼。
如何让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不生烦恼？佛想出个办法，平等，烦恼就不生了。这很不容易做到啊！十方世界去往生的，我们的心不平等呐！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头一桩事情，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见到阿弥陀佛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平等心，佛要跟我们讲这个。这第一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要讲平等，第一个阶段清净，清净平等的，极乐世界没有高下，连个子都一样的，没有哪个高哪个矮，有高矮就生烦恼，为什么他那么高，我这么矮？心就不平了。通通一样，一切受用完全一样，所以讲清楚、讲明白了，给诸位说，极乐世界是共产党，阿弥陀佛是共产党的创造者。他说他完全是这是公共的，你真是要什么有什么。连长相都一样，穿着都一样，让你只感觉的是有美、有光、庄严，欢喜。决定没有分别，没有高下，没有差别，什么都是平等的，那我们这个世界麻烦出来不平呢，头一个，你看多少人，我们看到人家文字报道，贫富不均，贫富怎么均？不可能均呐，到极乐世界就均了。为什么？极乐世界通通是念阿弥陀佛去的，不杂。果报不一样啊。凡夫在这个世界造的业不相同，怎么会平等？造的业有染有净，有善有恶，造的不一样啊！这个世界我们看那些专家学者研究讨论，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些话在《大乘经》上有，佛只用四个字解答：人生愁业。你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业力牵着你来的，业力每个人造的不一样啊，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投胎，
投胎那个家庭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业报不相同啊。你一定跟这一家人有共业啊，过去生中有关系，你才会到这家里来啊。一生富贵贫贱满业都是自己造的，所以佛说来干什么？酬偿你的业报，过去时候做的善修的福，那么你今天来到世间享福；过去是造的恶，那你到这个世间来受罪吃苦。你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真的把这事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心就平了，不在乎，怨天尤人啊，他晓得是自己业报啊，明了之后怎么样呢？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可以改啊，懂得这个道理，自己把一生命运转变过来的人很多啊。袁了凡先生最出名的，因为他把他的经过写出来流通出去，大家都看到了，真有命运啊。云南孔先生15岁遇到啊，给他算命，算流年，每一年一丝毫都不差，他终于明白了啊。他是读书人，每年参加考试考中第几名啊，那个时候读书人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就有一份粮食给他啊，供养他，他可以能够生活啊，不需要从事行业，好好专心读书啊，再参加考试啊，将来为国家服务啊，所以秀才就拿到国家的供养了啊。那个时候是一年有几十担米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他一年大概90多担米吃完了，在卖掉的时候，他就有用的钱啊。古时候是给食物啊，不是给钱财，食物啊。20年，15岁到35岁，20年，非常准确，一点都不错，所以他服了。佛子们是什么都不想了，想都是妄想，空想，没有意思，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35岁这一年看云谷禅师啊，南京栖霞山，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了3天3夜啊，他们有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啊，算还是年龄很轻，35岁，能有这个功夫，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就问他，你从哪里学来的？你跟谁学的？啊，他说老实话，我没有跟任何人学啊，我是15岁被云南孔先生算命
啊，算我的流年，20年当中丝毫不差。所以我知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所以我不再打妄想。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啊！啊，了凡先生也呆了，为什么听得哈哈大笑？啊，笑完之后，云谷禅师，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了凡先生就问了，为什么你以为我是圣人，说我还是凡夫？他说，三天三夜在一般人，啊，一个念头不生，这个修行功夫不错啊。啊，渐渐入境界了。啊，没想到你是被算命先生算定了，没有妄想了。那不是凡夫是什么？啊，20年。命被人算定，一点都没有改动，标准凡夫。那别人说，别人每一天念头啊，还有善有恶，善就加分，恶就减分，有加减乘除啊。啊，造大善就乘，造大恶就除，有加减乘除。你20年没动啊，加减乘除都没有啊。标准凡夫啊，这个说出来之后，了凡向他请教，那难道命运能改啊？他就给他讲改造命运的道理，他听懂了啊。回家之后就发个大愿，做3000桩善事啊。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定考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3000桩善事发了，还没做圆满，你看果报就现前了，那命运就不对了啊，收入增加了，这是国家给他的粮食增加了。所以他就相信了啊，3000桩善事不容易啊，10年才圆满，天天做，天天记啊，10年3000桩圆满啊，请一个认识的法师给他做回向啊，接着再发3000桩善事求功名啊，他命里头这功名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学位学历啊，古时候社会也分三等啊，最高的进士，第二个学位举人，秀才是第三个啊，他只有第三个，他命里头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啊，他发愿求啊，做3000桩好事啊，真的被他求到了啊，他参加考试考中举人啊，考中进士啊，寿命只有53岁啊，官只能做到一个很小的县份啊，四川很小县份的县长啊，通通变了啊，那个官做的差不多相当正部级的这个地位啊，这在民众没有的啊，寿命活到74岁左右，延寿21年啊，命里没有儿子啊，他也是求儿子
都求到了，有个好儿子，啊，儿子给他生了10个孙子，哎呦，这个家里人定兴旺啊！啊，去改造命运呐、啊，人有命运，啊，要懂得改造。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要强求。啊，命是自己造的。啊，求神求佛都是枉然。啊，神佛不能帮助，必须自己改过，千善积累功德，自然就改掉。啊，财富，佛告诉我们，修布施的财富啊，啊，我这一生，我的习气毛病比了凡先生还多。啊，优点的时候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命比他差了，张家大师教我改造命运，我的命运真的转变了。啊，我没有求寿命，自己的寿命只有45岁，我非常相信。啊，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1个多月好了。啊，命里头没有财富，张家大师叫我修才不是。啊，这个老人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30岁开悟之后，79岁圆寂，讲经教学49年，啊，我就以他做榜样，向他老人家学习。啊，弘法利生需要钱财，所以修财布施，有多少舍多少。啊，舍掉之后，不久他又来了，来了比舍的时候多一点，好像加利息。我搞了60多年了，真有效啊！啊，所以佛舍得是佛法的言语，舍就有得。啊，但是这个意思更深一层的意思，得了要舍。啊，舍得，得了再舍，舍了又得，愈得愈多，愈多愈舍，做好事啊！什么是好事呢？帮助众生觉悟是好事，
啊，任何好事都比不上这一桩好事。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是大好事。他要真接受了，你就度了他，帮助他成佛了。尤其是净土法门，在世尊末法时期，这个九千年，他是真教，他是真实不虚，啊，决定帮助你成就，啊，其他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其他要断烦恼，要有好的老师，好的修学环境，好的同参伴侣，净土不必要。啊，一部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啊，自己修行，有几个同修在一起修也行，他太方便了。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许多以这个方法修行，临终走的时候瑞香稀有，没有生病，愈知时至啊！这都给我们做出证明啊！啊，我们坚定信心啊，什么都可以放下，这个要紧紧抓住啊。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己信德所流露的，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性啊。所以中峰禅师在细念佛寺里都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话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啊。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啊，这几句话中峰禅师讲的，他是元朝时候人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叫觉悟，这叫报佛恩啊，报父母恩，报祖宗恩啊。啊，我们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是跟你有缘之人，无论他现在在哪一道，你都有能力，都有智慧去帮助他啊，这个事情不能不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